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会主任李焕今天上午到宜兰参加宜兰地区各省党部补选工作汇报。李焕首先在会中就这次选举补选工作做了几项指示。他说，这次中央对宜兰县长的选举原则是支持党外才德之士竞选，但是由于地方人士的婉辞和时间的错切，才改为党内同志参加竞选。李主任说，希望全宜兰地区各级干部克服困难，团结合作，办好这次的选举工作。